广西鹿寨至青州港公路柳州至秦塘段高速公路日前在广西来宾开工。这条高速公路全线双向四车道，设计时速120公里，总投资约132.23亿元，预计2025年底建成通车。这条公路的建设将加速珠西经济带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落地，加强北部湾港向内陆腹地的辐射功能。